啊，对，盔甲。啊，一个盔甲有没有？很酷，它是透明的，可以透视到啊全身。真的？对。你们有没有穿冬穿衣服？有，对。只穿这个，这个里面是透视的。对。好酷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OK 啊、哦，大家喜欢吗？谢谢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个咁靓嘅海报，我哋嚟紧将会成日都会见到，亦都要话俾大家听，萧敬腾的第一次香港的演唱会将会在8月7日举行，大家一定要支持，好不好？我一定要带歌迷问你一下，敬腾有没有信心？不如多加一场，好不好？这个我自己问的。我自己问的，这里没有写，但是我觉得不如多加一场。想一想。主办单位麻烦啊。想一想。有没有信心？老实说，站起来问一下。有没有信心？信心，我信心当然有，但是我想一想。嗯。想一想。红馆开唱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记者朋友，一阵间我哋有好多时间会俾阿敬腾喺呢个咁靓嘅 backdrop 前面影相。咁啊，以下落嚟咧，我都想有请一班因为佢哋而有今次演唱会嘅功臣。我们要现在请一班因为有他们才有这个演唱会的一些。很重要的人，主办单位哈。咁我哋呢个时候咧有一个祝酒嘅仪式咧要进行噶，咁啊见到好多大人物都喺度啦，我哋不如逐一请佢上嚟。首先有请特高娱乐阿 Pat， 依荣娱乐嘅 Mandy， 当然唔少得林生、林义明先生，大明娱乐 ，Thomson 国际汪万玲小姐。另外仲有新华娱乐嘅韩家乐先生，韩生你好。另外仲有东亚银行信用卡Senior Manager，Eggy，多谢晒。咁呢度咧有写明大会指定电台7703黄梨啊，我都系做翻我呢个角色。我想令大家。我们一起跟现场的敬腾的歌迷干一杯，我们要在8月看到一个很爆发力很强的萧敬腾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预祝敬腾今次演唱会成功，同埋大家合作愉快，敬腾恭喜恭喜，我们来拍一个照，耶、yeah! ！好飞。咁到底嚟緊會唔會有我如我所願咧？希望可以成功。Thank you 咁多位，謝謝。但要等待8月7日，我們在紅館可以看到很厲害的萧敬腾。Thank you。小姐。Yeah。恭喜敬腾，好，我哋首先呢個祝酒儀式放低，放低先。他想繼續傾偈嘅，好，謝謝各位大賓。哎，點解我要同佢哋講國語咧？敬腾，好。剛才我們不是說，有兩個你的歌迷很努力的玩遊戲贏了。這個獎品是什麼呢？現在公布，就是8月7日萧敬腾演唱會的門票。已經準備了個獎品，因為剛才贏了那兩位，好、oh, cool。Hello， 敬腾，你要頒獎了哦，好，先拿一個，我好想要呢、這、一個，要呢、這個，好，先第一個，好，恭喜你。啊，最美女。
前咧，呢個 backdrop 印咗喺呢個信封上面。咁如果頭先頒獎咧，就會好快揭曉咗，即係呢個阿盛騰嘅演唱 poster 點樣？多謝曬兩位，要喊佢，我真係很想哭。今天好，今天來到這裡，當然要跟你聊聊天。已經構思好這次巡唱在香港的演出的一些可以告訴大家的點子嗎？說什麼？什麼 idea 在那個應該可以告訴大家的？我的演唱會當然是你的了。我的演唱會的重點，重點絕對是音樂。當然音樂啦。那麼我覺得其他大家可能觉得是惊喜的东西，就是惊喜。惊喜就是惊喜，惊喜，惊喜。那我觉得是惊喜是不能讲的。对，送给大家。最土的一条问题。说。真的很土，有时候问完之后。我都想吐，但是一定要问哦，你会不会唱广东歌给香港的歌迷？真的很土这一条问题，但是我也问了，不会很土啊，不会，不会唱，会唱，会唱哦，真的，已经在练习了哈，肯定会唱，真的啊，我哋等待好吗？八月七号，其实这一次的演唱会，当然要有很多进程的作品哦。但是新歌我们等了蛮久的，是上一张《Love Moments》已经是2009年的，对，太久了吧？什么时候发专辑？新的专辑？在6月，下个礼拜，对，快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下个礼拜大家留意视频两三点，可以透露一下。专辑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《狂想曲》。啊？狂想曲。分享。好吧，好哇，大家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不能讲。他不能讲的吗？忘记，忘记，忘记。名字还没有取好。还没取好，可能会明天就改了。我觉得你们很好，不如这样子，因为每一次。是很难得，我们这里聚在一起。我看到你这么多歌，你应该很早就来。他们一定会买票。我希望看到，可能这些朋友也希望可以看到敬腾跟他们有一个比较近距离的合照。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记者朋友，准备一下，阿敬腾会唔会可以同一班 fans 影张相？敬腾可以记得这么多歌迷，怎么做的？边个位置系好啲啊？各位，你认为如果阿敬腾落去影张相？你哋上嚟，你们上来哦，就是记者朋友上来。那敬腾呢？敬腾呢？哦，你们先上来哦。我们设计一个合照啊，好 ，O 不 OK？ 进来去哪里 ？A 工作人员，唔该。嗱，我呢个自把自为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。O 不 OK 啊？呢张相通常用噶。好，哇，酷！这个好厉害的。
OK， 有咩要求？各位嘅朋友，小溪，新朋友小溪。这画面真好看。OK， 多謝咁多位嘅朋友，唔該曬你哋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謝謝，唔該曬，唔該曬 Rayma。好，小心 ，OK， 謝謝。好不好玩 ？OK 啊，好玩。到时候在红馆。更多的互动跟歌迷朋友，对不对？我看到这个海报，有一句很特别的 slogan， 叫做“有一种精神叫孝心疼”。除了押韵之外，有什么希望讲的？有一种精神叫孝心疼，这一种是什么精神？这是个人的精神啊，我对音乐。精神，我对做任何事情的精神，对做任何事情，对做任何的精神。喺八月七号红馆，萧敬腾有一种精神要体验，大家去体验萧敬腾这种精神，一定要支持。敬腾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再有一个要求，很过分的要求，我想听你唱歌。可以吗？不要拒绝我。可以。唱一首，一首就好。舞台是交给想听多啲八月七号只买飞 ，OK？ 今天我们得到敬腾来到这里唱歌给大家听，请好好听的萧敬腾的这一首歌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Yeah.
我直到永远，纪念每一天，守护每一夜，无怨无悔，为你奉献我仅有的一切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妹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谢谢。